刚刚你听到的，有啊。打两枪，打两枪。好了。放吗？放。一个狼圈。这人以为他拿脚踢到他。标点放在外面。 屋子里，屋子里，屋子里，一边屋子里。Nice， 宝贝，我打不了了。特勤，大佬六，你妈。好了。自白，自白。 上扬，这是地标。多的球迷丢进来的。我操！杨世杰，咋了？老六啊！真的是黄牌。妹妹，你妈了个逼！不是整你们这边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那你妈个逼喇叭！ 逼啊！他真的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啊，钱没了。